三七粉真的能降压降脂降糖防血栓吗？大家好，我是中医孔大夫。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三七粉就突然被捧上了神坛，说每天喝点三七粉能够降血脂降血压降血糖防血栓，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给人的感觉就是有病治病，无病强身。那么三七粉真的有这么牛吗？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个话题。在讲解之前，你可以先点赞收藏，以免视频丢失。其实三七粉只是一味活血化瘀消肿定痛的中草药，虽然现代药理学有研究表明三七粉里面含有人参皂苷、山七皂苷、胡皮素、氨基酸以及多糖等成分，具有降压降脂降糖、缩短出凝血时间的作用，但是这些物质只占三七粉中很小很小的一部分，并不是提纯后的人参皂苷、山七皂苷和多糖。另外，对这几种物质进行实验的对象都是动物实验，并不是临床实验。至于对人体是否有这些作用，那就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了。就我所接触的一些高血压、高血糖和高血脂的人群，为什么他们在吃三七粉的同时也还在按时服用降压降脂降糖和抗血栓药物？就是因为吃了以后感觉没有什么效果，或者效果不明确，而最多也只是起到了一个锦上添花的作用。因此我们不能把降三高防血栓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希望寄托在三七身上，这点大家一定要清楚。如果想要通过三七粉来达到养生的目的，也最好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下，经辩证后再决定是否需要服用。自己一定不要盲目服用三七粉，平时养成均衡饮食，远离烟酒，坚持运动，规律作息，遵医嘱服药，定期复查的好习惯，才是真正科学健康的养生之道。好了，今天的话题就分享到这里。如果你也有心脑血管方面问题，可以留言给我，我们下期再见。